跟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维提咖啡呢同时也成立了。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维提咖啡的 Frank。 今天要跟朋友分享的呢是居家意式咖啡十大必买配件。很多朋友在家里面购置了像这样的一台高端的意式咖啡机，买了这台咖啡机之后，你是否觉得周边呢少了一些什么？好像在咖啡馆里面看到神人级的职人使用的咖啡机，周边呢都会有一些不可或缺的配件。有了这些配件呢，让咖啡师如鱼得水，能够呢将他的咖啡制作的水平更上一层楼。到底有哪些配件是你不可不败的呢？今天特别来跟朋友们分享。第一个一定要拜的配件呢，就是我们意大利制的原厂浓缩咖啡杯。这个呢是我推荐朋友一定要买的。当然咖啡可以用任何的容器来装成，但是市场上非常鲜少有一个杯子就是像意大利佬在喝咖啡那个样子使用的杯子呢，像我前面这么大。一个杯子呢，它容量呢最多就是60毫升左右的一个容量。这个容量呢专门就是给意大利人饮用浓缩咖啡用的。通常来讲，浓缩咖啡呢一个 shot 一份量大约是这个杯子的一半左右。非常少人把浓缩咖啡真的装到满杯的。用这样的杯子喝的浓缩咖啡，不但是喝一杯浓缩，它喝的更是整个意式咖啡的仪式感。仿佛你走进了意大利国度，享用一杯意大利人日常都喜欢喝的一杯咖啡。今天你都购买了一台高端意式咖啡机了，所以建议朋友们一定要购置一个原厂的浓缩咖啡杯，让你的饮用更有仪式感。第二个必备的配件呢，就是我们的咖啡秤。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冲煮意式咖啡的时候呢，我们会用这个滤器把手当中的滤杯来盛装咖啡粉。每一个滤杯能够盛装的咖啡粉量，它是有它的限制的。不管你是用17-18克的滤杯，它都有它固定的盛装容量。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你盛装的粉克数刚好是17-18克呢？你就必须要用一个电子秤来称重。通常来讲的话，这个秤盘的大小必须要能够符合一个滤器把手可以站稳的一个空间大小为一个基准，只要是能够容纳一个滤器把手，基本上就 OK，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当然为了精准度，我们特别推荐的是 Arkaya 的电子秤。在称重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非常精准的知道你用了多少的粉克数。好，那我们在实际冲煮的时候，我们又怎么知道多少克的咖啡粉煮出来要有多少的浓缩咖啡才是最恰当最合理的呢？千万不要忘了，浓缩咖啡还有非常丰厚的咖啡油脂，这都是会影响我们对它容量的判断。因此呢，第三个必备的配件是我们特别跟朋友们推荐的，就是浓缩咖啡机专用的意式咖啡秤。这个秤呢，基本上来讲大小不能够太大，它必须要符合浓缩咖啡的挤水盘的一个大小为一个基准。我们呢，只要把我们的浓缩咖啡杯放在上面，我们就可以用来称出我们这一把的浓缩咖啡液到底流出多少量，借此你可以了解你的浓度跟萃取率大致上的状况是怎么样。当然假如你对精准度有相当的要求，我们同样建议的是 Arkaya 这个品牌 Lunar 的电子秤。有了 Arkaya 的秤协助你，你的咖啡的品质将会非常的稳定，也可以达到专业级的一致性。第四个跟朋友们推荐的就是我手边这个美国进口的一个 Shot Timer， 所谓的萃取计时器。这个萃取计时器呢，是由 La Marzocco 投资的一家子公司所特别研发制造的。它推出这样的一个计时器，可以非常轻易的安装在我们的咖啡机，特别是 Linea Mini 上面。
只要我们启动我们充足的开关，它的计时器会立刻开始作动计时。它的安装非常的简单，几乎不需要做任何的维护，它是磁吸式的。我们把这个磁铁呢，只要呢吸附在我们充足头上方的电磁阀上面，它就可以感应到它的电流，借此判断是否开始计时或者是停止计时。那使用上面非常的简单，非常容易。为什么需要计时器呢？我们都知道萃取的时间跟你的研磨颗细度是息息相关的，磨得越粗我们的萃取时间会越短，磨得越细我们的萃取时间会越长。不同的萃取时间会影响到我们咖啡的萃取率以及我们咖啡的浓度。每一把咖啡在类似的秒数萃取出来，对你的一致性跟稳定性有莫大的帮助。今天一早你萃取出的浓缩是25秒，明天一早你萃取的浓缩只有18秒，你们认为它的品质会是一样的吗？因此有一个计时器协助你去做一定的品管跟品控，能够有效的增进你咖啡的专业度跟一致性哦。第五个要跟朋友们推荐的呢，是跟整粉有关的器具哦。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的咖啡的整粉，一次平均的整粉等于一次平均的萃取。咖啡粉落到你的滤杯之后呢，通常来讲我们习惯性会用手刀来做整粉，但是手刀又会影响到我们所谓操作上面，可能有人有卫生的顾虑啦，可能有人有一致性的顾虑等等的问题。有没有器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答案肯定是有的，就是我今天要跟朋友们推荐的这个所谓的咖啡粉的整粉器。那这个整粉器呢，老马搜狗原厂呢有推出不同样式的整粉器。这个整粉器的原理是什么呢？我们只要把它反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类似叶片的一个金属的接触面。这个接触面不是开玩笑的，它有特别经过严格的抛光处理。没有抛光处理的接触面，它会吸附到非常多的咖啡粉粘黏在上面。它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可以在我们整粉的过程当中，不但呢可以有效的把咖啡粉整平，丝毫不会做到挤压或填压，而且呢上方也不会有任何的残粉残余在上面，影响到你粉克数的精准。老马搜狗呢也特别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整粉器，跟意大利知名的厂商 Esso 这家公司合作，推出了有所谓的木质跟金属复合材质的一个结合，也有所谓的纯木质的一个结合。每个整粉器因应不同的所谓的 head space， 我们的滤杯上方的一个空间，我们可以去调整。这边呢都有旋钮可以去调整它的高低厚度，以达到最佳的整粉性。一个好的整粉器可以让你兼顾卫生，又可以达到稳定一致的铺粉，最终呢达到一定的稳定的萃取。第六个要跟朋友们推荐的呢，就是维持我们工作站清洁卫生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呢我们的清洁的专用布。在我们的工作站清洁的过程当中，除了擦拭桌子以及我们集水盘这些纯粹是清洁用的布之外，还有两条非常重要的布是你不可不准备的。老马搜狗也特别呢帮我们喜欢咖啡的朋友准备了这样的一个清洁布的套件，就是我手边的这组套件。这组套件的话呢，它也分成两个颜色。黑色的布呢最主要就是让我们擦我们的滤器把手了。我们都知道在制作意式咖啡的时候，滤器把手 always 是锁在我们咖啡机充足头上的。当你把它拿下来的时候，上方会因为冷热空气接触的关系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水滴。请你取下把手，在接咖啡粉的时候先拿一块这样吸水性非常好的布，把我们的滤器把手先稍作擦拭，把多余的水汽跟水珠把它吸干擦掉。这样子的话呢，待会我们在落粉的时候就不会有萃取不均的问题了。那第二块布要准备的呢，就是我们要能够擦拭我们蒸汽管的一块布。我们都知道蒸汽管每次在发泡完了之后，都有一定的程度奶垢会集结在我们微热的一个蒸汽管上面。奶垢你如果不是及时擦掉的话，它非常快就会结块在上面咯。结块在上面，你也千万不要拿东西去刮除它哦，以免伤到我们的蒸汽管。在这个时候呢，老马搜狗特别贴心的设计了一块擦拭吸水都非常非常优良的一块奶布，在我们的打完奶泡的时候呢，请你顺手把我们的蒸汽管擦拭干净。有了这两块
非常专业、非常贴心的布协助你，你在整个机器的使用上面也会更得心应手。第七个要跟朋友们分享的呢，就是专业的无底把手。我们的每一台咖啡机呢，都会配置一个我们专用的意式浓缩咖啡的把手。这个把手呢，它都会有一个分量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像这个双份的把手，我们就会把它分成左右两边，在制作咖啡的时候，它会自动帮你分量，分成左右两杯。但是呢，这样的把手的缺点是我们看不到我们在萃取的时候滤杯到底发生什么状况。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训练你的填压技术，你要训练你的铺粉技术，甚至要监控你的品质，都会有一点点些许的困难。我们特别建议朋友们在自我训练的过程当中，请你呢可以购置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无底把手。无底把手顾名思义，就是它后面整个呢是被裁切开来的，我们可以实际上看到我们的滤网的每一寸空间它萃取的状况。假如你在萃取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呢中间的咖啡呢非常困难，仿佛是滴不出来，穿不过滤网，而四周的咖啡呢流速却很快的话，或许代表你刚刚在铺粉的时候，这一边中间的粉层其实是比较厚的，结构也过于扎实了，导致呢大部分的咖啡都从四周串流走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无底把手可以有效的监控我们的整粉能力，以及做自我训练的时候最佳的监控工具，特别推荐给朋友。说起了萃取把手，就要谈到我们第八个劝朋友们一定要去参考的必备配件。在我们的把手上面，我们都知道原厂附的把手除了有非常非常迷人狮子的烙印在这个把手中间之外呢，我们在使用上面的握柄其实呢是一个符合人体工学橡胶材质的一个握把。这个握把呢当然质感上面非常的好，但是呢缺少了一点温度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特别建议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原厂的木质把手，可以跟朋友说原厂的木质把手质感真好。原厂的木质把手不但上面同样具有老 Marzocco 原厂官方的烙印，同时呢它这个木质把手的握柄感觉整个温度都不一样了。我们在冲煮的过程当中，手碰到的要不是金属，要不是塑胶，要不然是橡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手触碰到了是木质来自天然的材质的时候，那整个感受截然不同。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天然的木质材质上面，还是一样烙印有 La Marzocco 意大利原厂官方的 logo， 在使用起来仪式感更加的格外不同。那除了有我们有分量器的木质把手之外呢，刚刚我们提到的无底把手在 La Marzocco 同样有出木质的无底把手，建议朋友们也可以参考。我手边这个颜色呢是比较浅色木头的，老 Marzocco 同样呢也推出了所谓的深木色、胡桃木色的把手，质感呢也非常的独特，也非常的好。那朋友们可以根据你的装潢，根据你周边的氛围，挑选能够搭配适合的木质颜色。总之呢，有了木质把手，在整个操作萃取的过程当中，你得到了不只是一杯好喝的咖啡，你得到了更是满满的满足感，带给你美好的一天。第九个跟各位朋友推荐的呢，就是我手边的这个 Airscape 密封罐。就算你买到好的咖啡豆，但是您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并没有细心的照料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刚买回来的咖啡豆或许喝起来还好喝，经过两个礼拜之后风味就快速的递减，快速的消减下去了，这十分的可惜。因此呢，我非常建议各位朋友可以采购一个专业的 Airscape 的密封罐。这个密封罐呢特别的推荐给朋友，是因为呢它除了外形上面是玻璃的材质，以及呢非常非常具有生活品味质感的竹制的密封盖之外呢，最重要的是它里面这样的一个气密式的设计。它这个气密式的设计呢，决定了这一包咖啡可以维持这么好的风味，持续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可以再更久一些，最主要的一个关键。我们在要密封它的时候，只要把这个盖子往下一推，我们可以听到空气全被我们挤出来了。空气当中，氧气是我们新鲜度最大的杀手。有了 Airscape， 把我们所有的氧气都挤出来，把我们的非常清澈干净的环境留给我们的咖啡豆，
这样子的话呢，您刚买回来的咖啡豆，你可以安安心心的储存在 Airscape 里面，即使你一个月没喝完，也不用担心，下个月再下个月你再喝的时候，咖啡还是可以保存八九成以上的风味，我们都相信是没有问题的。好，最后一个要跟朋友们推荐的是，当我们把一切器材都已经完备了，也享用非常美好的咖啡，请你不要忽略了清洁保养的重要性。好的清洁不是只有延长机器的寿命，最重要的是能够维护你咖啡清澈无瑕的口感。假设你的咖啡没有清洁得当的话，里面会有不可避免的霉味以及油耗味，这个呢，在我们整个冲煮过程当中应该要尽量避免的。在整个冲煮相关的机构的机件里面，最让人容易忽略的就是我们咖啡机冲煮头上方的分水网。这个分水网里面是最容易积油垢的，我们特别推荐朋友们能够使用一个滤网拆除神器。这个神器呢，非常适合居家使用，原因就在于是说，我们的分水网上方是有个非常小的螺丝，一般而言用短的一字起子就可以轻松的取下，但是呢，上方多多少少在冲煮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水滴啦，或者是滤网的金属本身会有一些余热在上面，不小心不管是热水滴到手或者是金属碰到手，都会有稍微被烫到的一些疑虑。有了这个拆除神器，我们直接呢把我们的滤网 hold 在这个神器上面，里面呢就是我们一字起子，稍微一转旋开来，水完全不会碰到你的手，金属也完全不会碰到你的手，你的手唯一会触碰到的是质感非常好的实木的 Lamarzocco 握把。在这个过程当中，每天我们建议你把分水网拆除下来，在我们的水槽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这样子就可以了。假如您是店家的话，我们当然更建议你除了清水清洁之外，泡清洁粉、清洁液是相当重要的，它才能够有效去除掉所有的污垢，特别推荐给朋友们。好，那以上是跟各位朋友们分享十大必败的周边商品，不知道朋友们看完之后有没有些许的心动呢？跟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维迪咖啡呢，同时也成立了我们的虾皮店哦。为了能够服务更多的客户，让更多喜欢咖啡的朋友能够方便购物，我们特别呢在虾皮开了我们自己的网店。我们刚刚提到的周边的商品，也在我们的虾皮店里面一应俱全。欢迎朋友们有空呢，可以多多去参考一下，也记得给我们一些支持哦。好，那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们，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并记得开启通知小铃铛哦。您对我们的支持跟鼓励，是我们维提咖啡进步的原动力。希望多给我们一些支持，也多给我们一些鼓励。记得喜欢的影片，也帮我们多多跟自己的朋友们分享哦。好，那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可以。那我们在称重的过程当中。